番茄黄瓜老师有嘞，这个表嘛，懂嘞，懂大门面不？大了懂门内不？那番茄黄瓜表演叫啥？没得没关系，再念读了不？再录读了都没老师把平时啥在再这边把番茄放分离的，这就那样嘛。读了念写，你们读了念写不？阿妈老师都快变，那么老师你念这不然嘛？哦，这个别把那么多随便老师底下记嘛，three four 嘛，老师发解放的三百点嘛，不发解放的嘛，一下一面记呗，我喏，教了没下来还是什么吧？发解这边发练习，发练习，所以老师讲那三十几不发练呢，把住了不？比如说他们三练习呢，他们三年读了不？到三十几。他们三年的，就是说三年的，那六年呗。他们三年写的，他们三年呗。所以老师地方那个代表懂的谁？老师说，我吃着饭呢，我在吃饭，老师得在房门懂的。啊，不如说这样的那套呢，我老师说，所以老师得在过不去。大老师懂的路呢？因为老师说，他们三年写的，三个路，他们三年呗，他们三年嘞，他们三年呗。所以老师发练习，咱们老师讲那的，我嘛不能丢三那不代表 writing 没录的 SE 呀，就是老师发解放啊，writing 没嘛答辩，还在有没拼命的教，把路面还有 grammar 放。那老师那么的讲，门开着，老师去上课，老师说懂嘛，没拼命的点嘛，门开着，那时候比较高兴啊，门啊这个，门开着说这个困难练习，啊，做一些，老师今天都没有再放了，登录呀了，门再开。这个陪你的呢，这个陪练习的，要不咱们读了。这个陪你的呀，这个还有陪你呀，这个陪练习呀，这个还有陪他的录表啊。今天嘛，我读了卡片嘛，这个底下嘛，老师专门叫发解法嘛，读了呀。发解说发完法，我那发完那简单把我们读上了。发解，所以看着陪他练习的，蛮看着这个陪他练习的，蛮看着呢，这个陪他的灵魂来去练清净，哎，这都没有懂呢。好，那么老师啊，哎，我这嘛，没熬药呢，老师都没营养那边，红色的，哎，蛮开着呢，可以进来呀、啊。给他喷他来哩，我拿去哩，给他喷他练习，所以你们叫做蛮开着。那都他们啥练习不？他吃着饭，吃着啥练习？吃着茶，吃着饭，饭啊，他们。他说老师都没有在访了，都聋哑了，他在吃饭。他们啥呢？都他们啥呢？就他们啥呢？所以今天嘛，二十五为什么在这读？所以老师你呢，把房东了，今天嘛是给表嘛，学妹谁在房东了不？哦，是他们他们在房学妹懂了呀。所以老师讲呢，在这没学路呀的，老师没在房东进啦，在房东进啦。如果要谁呀嘛，老师都要那个在房东的路线。然后呢，老师肚皮卡住啥都没有。他写着作业，不解放写着一列写，读一张一列写，他是不是？读嘛，写着一列写份作业哦，就是 in 啥啊？明星的妈妈怎么了？老师，话，咱们这个来说的路啊，咱们本来话来出来段路，咱们不是电路呀，老师。OK，好。他写着作业，读 in 啥一列写不？哎，你阿妈老师，老师怎么又再放了东龙牙了？怎么一张一女的呢？怎么一张一列写八卦了？就读呗，弄你在干啥呗？所以老师叫他今天嘛嘞，他在写作业时候，说明天去东家不？还来东路亚啦呗？好，那老师到时候不如写着发发解再放东路亚的嘞，不如发解放哪点呀嘞？那说明你这样嘛好了。反正就放东门，东门的街，那东的放的里面还写，大家老师的嘛，什么的地啊嘛，地那边嘛，然后郊外，你说对方嘛，老师叫他们来拿哟。好，火鸡、火啊、米鸡啊，这明天六点这就是这些火鸡。老师叫他不都让你来买啥不？那火鸡就是老师说这火鸡，所以老师这些不，这些所以老师你教他的，第一教他写的，我们第一教他写这些是什么？火鸡啊，老师这样读呗，咱们老师对这些啊，还没有。有时候交代不嘛明白啊，啥年这个这没这屁股又叫宝妈在这玩了。那宝妈明白了是吧嘞？好玻璃玩的嘛，就是说这些车啥说好几啊，边没边里的。那或者老人家也办的嘛，这给人家老师好几吧，这些的娃娃我都还没养。好几啊，老师把这讲的是明天就这么一个讲的，老师台湾嘛是不行，这吃了果屁股又没白洗，啥路讲嘞？
我这台湾啥要干啥，接下来过路干了啥么干，没啥得不没啥业务不，这没做路也走的，没啥业务排列不，啥路搞呢？明天的这么一点是老师你女的好接啊，好，那老师是鸡汤老大不？这很这鸡汤说老师不嘛不嘛说的这不嘛这个鸡汤这手表吃的，老师鸡汤说啊把来说，接着讲喽，啥呢？而且这不来的，比俺这个穿的鞋有老师飘到的。嗯啊，所以老师啊，大姨这皮肤这高呢不？哦，那是老师好基友了的，所以好基买子了嘛。第三张是大家抄的，这是我写啦，为你啦，说的哈密瓜，为你啦，老师挂过啥哪里把它变哈啦？你给人把它变，这是我写啦不？我写是啦不？大姨的我写是啦，啊，好基买子了吗？所以老师今天嘛，是给表妈懂了，你的路，还没老师啥些大妈懂呢？比卡比如苗，所以到处抄干嘛抄？明天地查没？抄着没抄着都给啥？我说给啥？我说地查不？我说给啥？哦，好几买子了吗？这是我联系的，为你啦。哦，你看在他了吗？你都几联系了？都几查了？比如说你没啊？谁多嘞？那毛利几查呢？你看在弟弟吗？你毛利几你了？几查了？抄着咱们东路亚嘞。所以老师就是不解放，东那嘞这个表嘛，咱们下面你来地查没？东那说不接不苗。第八节房里面有没有老师讲到 three form 来难？哦，八节房，老师 three form 嘛，三级了，恐龙啊，老师八节房那边恐龙级了，喏，龙啊八节房，九啊里面还他妈八路标嘞，那么老师这个表嘛，东内的哦，东内的都东差不啊，这查查牌没挂点没？那老师这是八节房嘛，老师题目简单过了嘛房，那十三课生词哈，张涛小姐呢，老师第二次我家第少开吗？忙呢，忙呀！这边啊，这个门路没跑过呢，忙忙啊，这个，门那边等于老师把门进来说开门关门，这个背的，这个破呢，开门破呢，加锁门呢，开门这个破呢，关门。那老师你呢讲到的吗？我这家里陪陪吧，我这家里陪陪吧不？老师太差了不呢？老师讲到的这里来嘛，老师都没有开呢卡嘛，老师说说细细动了动动的吧，老师你呢都是七八的。厕所讲到第二个是点嘛嘞，就我家里扫完那个地还能不得，讲到帮我开门，可以帮我开门吗？是不是多？我家里扫的蛮那不得，我讲说妈来路，帮我开门嘛，从我这个困被门拉锁，老师外面是有，老师是请帮我开门一下，这个路老师一下嘛东水呢，可以帮我开门一下吗？可以放那东路呀嘞，你们叫说请帮我开门一下，我在家里困被吧。一下，老师看到老师谁了？看到这家里这谁了？困没吧？不，请帮我开门一下。没有开门吗？老师，respect 是谁开？我这家里这是老贝贝吧？请帮我关门一下。把路咋的呢？说是给别妈妈去问的，东问的哈不？将来上药的上班的嘞？过路过对面台湾都没有开起呢嘛？我们开的不还没有一撇多，没有一些不呢？大家家里的地他们，请帮我开门一下。请帮我关门一下。好，那老师讲到这个课嘛，我说门呢不得比这我家里扫过。好，老师就这样哈嘛，包门再去路我家里扫。那么老师动他的，你这个被围完，我这个困被围完，把人呢，这没理啊没，我家里扫这样就行了。门我扫遍嘛，然后就去。对，门造句。门造句。现在就这么样。好，没关系。怎么样？没几秒了，姐，一定得问。一定准备我，一定准备那三遍我了。嗯，好，卡里。这个。嗯。请帮我开窗户一下，行吗，老师？你帮我开，你老师门困哪里？老师门困紧啦，阿拉没内务喏，我在买的扫路呀。好，你好，好，弟弟嘞。那明天呀，我家地上来门喏。
mango 嗯，芒果，对。嘿。嘿。好，米白素。还米白素。人家，Chris 哈。我在门口看见他的自行车。哦，我在门口啊，就等等啊，我在门口嘞，啊，这个我嘛，看见对面的他的自行车，啊，这个我嘛嘞，对耶，老师有点 traditional 放飞了，sorry，哎，嗯。啊，这个我买的，对耶，哦，说明我对米粒的，哈，上面说的那里有米粒吗？你现在忙吗？忙吗？哎呀，Nora。我家的门都是红色。我家的蛮多，哎，放到这了。我家的蛮多是红色的，嗯，可以。好，下面说的那六米两，我也蛮阿拉老卡路了。护卫。我家里的门又坏了。我家里的门，哎呀，这嘎嘎又坏了，别多别米。好，那老师不能，嗯，你还等我呀？不，我先上，我先上部位了，对了，所以老师，咱那明天我也要交功课，明天我们应该说要怎么造句？不如我叫你上嘛，这是老师的重点，一起也成。好，开门的给他喷的，关门的给他背的，请帮我开门一下，请帮我关门一下。好，老师对面多少遍？丢啥嘛？老师 HSK 关注 for 比利饼啊，对面的老师并没有人给我拆他的，比薄饼、铅笔、蜡笔、毛笔，比铅笔、蜡笔、毛笔，比薄饼、铅笔可以的，蜡笔要走开的，毛笔收的。HSK 关注 for 比利饼也是。啊，for B 呢？老师，那 B 是的。哦，那是老高了嘛？HSK 关注 for B 铅笔、蜡笔、毛笔。好，B 哦，我家地上啊，人家磕的地上咯，路路那么冷呢。啊，那个 PPU B 教具一下。我在百货公司，买了笔。我在百货公司买了笔，好，好，那老师下一位铅笔哦，那个苏迪的，第二个了百货公司买回来的，我下个星期在车上买了5支蜡笔。啊，那下一位蜡笔，哎，铅笔、蜡笔、蜡笔教具一下，孙丽怡。我画的时候，我喜欢用很多蜡笔。好，下一位毛笔的心态。你今天可以给我你的毛笔，你的毛笔嗯嗯，吗？那、啊、毛笔嘛，好，那老师手受损，老师把手微信来说，老师讲到 HSK 弯度过呢，弯度突入啊，手嘞，手机封，手表那本来手环那个啊，应该是老师比较熟，没有那么熟悉，没印尼啊，手环那个好、啊、HSK 弯度手机手表手环哦、啊，那手那把代表造句一下，那个哒哒哦。
speaker。WiFi。他的手比我大。他的手比我大，都量他太急也可以的。温水一样，手机，看咋换呢？我的手机是姐姐送的。我的手机是姐姐送的，我疯了，买了三倍的。好，素金莲手表，难点哦，奶奶看看看嘞。四金莲，手环，手环，speaker。四金莲有来上课，来呀，你这种素。好，四金莲来加你了，没关系。这么里啊，手环造句一下。昨晚你看见我的手腕吗？啊，你看那搞对面了哈，老师那真的那么有钱不？老师叫他买啥么？糖耶，糖耶。太阳糖，糖啊！老师啊，爸妈对说，啥么玩意嘛？凭什么你对呀嘛？喏，对呀，个喏，照片嘛，啥么 HSK 嘛，手糖。这个别话老师啊，痛我都面爱谁办的表开的，手痛在哪嘞？手糖在哪嘞？那今天该开了，痛一块就糖么？啊，那该点的手痛，手掌都聋哑的，那哪来的手痛手掌都聋哑的？那老说双双咱们猪肉娘呢？那哪呢？那该咱们猪，那哪们猪？我弄说话比如说，张那那哪的？哦，张那那哪？老师是疼痛，那娘呢？那啥哩？那一米？那娘呢？那是手酸啊，我手酸了。好啊，那老师张张，我叫李少基啊，汗出呢，手痛，造句一下。我的手痛了，因为我写到9月。我写了很多作业啊，我写了很多作业啊，一在里面遗留完咯。好，那下一位手酸，卡里，那你要呢？妈妈洗衣服以后，手酸。手酸了，走散了。好，那老师。戴口看嘛，喏，老师讲他，讲他的名字外嘛，今天嘛，好几天戴口看住也听了嘛，喏，好几天戴口看没住包，喏，戴口看就是说宾馆，老师我嘛说的些嘛，丽莎如新加坡路多啊，不，喏嘛，老师只有自家哪里家的都讲了，我嘛说北京面多多，那老师我要去宾馆路表演，所以我要到宾馆了，我要去宾馆路表演，老师讲他好歹不比嘛，冇戴口看不比嘛，对他不啊，那老师好歹里面有些，那老师这有啥要干嘛不，老师讲他不老。这边明明老师 HSK 关注哪一面他哇，我得去干了。这里有呀，老师好在那把在这里没有变，老师我们去不？这哪一天嘛，老师丢啥东西？说北京丢，北京嘛，往那北京丢行嘛哈，丢比啊北京，那老师台湾丢行嘛，香港、香港哈，马加乌，还有马来西亚丢，新加坡丢，没爱去。丢里面嘛，老师这里没有变，老师讲到目标，这哪一天都那习惯嘛，那就是图片上那么多。老师台湾嘛，从旅馆都那面哎。你有病嘛？伊嘛在咯，老师饭店放广东那面嘞。那老师这兄弟伊嘛，香港不，香港买的嘛是老师酒店东南面哎不。旅馆老师旅游可以多点，旅行旅游的旅馆好的，还有饭馆好的，饭店好的，酒店老师酒店就是老师也上一宿就把咱们编的不咯，也上一路把咱编路亚的路或者路把咱编，说实话不要的路不。老师啊，不要不，老师你现在就在哪里？哎，我就在酒店。老师也上嘛你啊？不可能，骗奶奶给啥？老师也才个跑到路啊嘛，没有把他编嘛。老师好点嘛，你都把他编嘛。酒店名呢也才模糊，所以好点也是对的，也才也是对的。所以老师叫他地查嘛，起码酒店是不是也才好的？老师主要的老师这边都有户外。我老师楼在三亚边啊嘛，老师好点三西，这都要叫金华路口，金华酒店路在地查三宝谷。那叫那嘿老师也才也急，不是也才那是火车哦。所以台湾嘛，所以老师这是我好这有，就旅馆、饭馆、饭店没有，酒店路一台，那叫哪地呀？买不？新加坡嘛，那里路啊呗。所以好点那不得了白嘛，李牛龙老师叫哪地台？老师你有啥路在那边嘛？没教呀，别丢那边对对。
旅馆、饭馆、饭店、酒店，三八八嘛嘞。老师，这零牛这样的，老师，明天没来呗，没住，都没见得着面。这零牛这样啥也没见得着呀，这嘛也不呀。那哪修的不？钱包我拿，那我修背包不？你都没有看一钱，那怕又看一钱拿着。好，钱包我拿。明天嘛，老师，你嘛叫老师在那不是有个那 request 的钱呢？老师帮我拿啊，修背包。啊，钱包我拿啊，就背包就看见拿了。老师，那老师，俺老 respect 去吃东西啊，把来说一下，这资料看哪了？钱包我拿一下，俺这资料就背吧。嘛，哥啊，没有拿，那么米的哈，没都没有看拿没有不？钱包我拿一下，钱包我拿一下。老师在那，得钱包我拿一下，别动了，俺这资料就背吧不？钱包我拿一下。那明白，钱包我拿一下，眼镜，那明白你就背吧。那么我再拆拆录下来。钱包我拿一下，手机。钱包我拿一下电脑，钱包我拿一下，叭叭叭，第一有啥不？钱包我拿，钱包我拿一下，这个编码咋懂呢？然后说说如果是编号，或者嘛账到烟，没没谁钱拿不？那就卡里看明白，那就卡里背背吧，要记得嘛啥咯？这个编码懂咯？钱包我开门一下，钱包我关门一下，这个编码懂的懂啥些？认识是谁懂吗？你不要看那卡嘛，老师钱都办了嘛，把认识是谁嘛懂嘛？那都没有明个的。那老师拿过这个表白嘛？都没有就开呢，怕被就开切切，请帮我拿，请帮我拿一下，我的资料就背吧。阿哥，我的资料就背吧，然后不必要 respect 是什么的，请帮我拿去。那老师，找到我看看啦，对没啥啦，面粉呢？面了我咱说没麻烦的路。眼睛，sorry，眼镜，面粉，镜啊，老师是谁？面粉啊，眼镜，面龙啊，医生那么对的，眼睛，面龙。那老师讲到老师眼镜呢？等一下哦，老师，我家里烧开门了。那个宾馆，宾馆造句一下，滴滴铃，宾馆造句。你要住几天这家宾馆？你要住里的住几天？你要住几天在这家宾馆？Please 个是嘛是哦，这你在宾馆要住几天？你在宾馆要住几天？你要你在这宾馆哈，然后嘞，你在这宾馆，在这哦，你在这宾馆在铁门弄嘛？你要不要不 at？你在这宾馆，你的宾馆吗？要住几天？把你也你们嘞，我说只有啥 English 才能读，Please 给我说是嘛他了。几天不到。好，那老师，那个眼镜哦，眼镜造句一下，那个汉图嘞。眼镜来了，老师。对对，眼镜。眼镜，这个眼镜是我姐姐给我的。这个眼镜是我姐姐给我的。好，那面楼眼睛，面楼眼睛，眼睛。那老师你答了对不对？老师教那我们点面楼谁看不懂？老师我马上教那，那先问到边我们说三只狗肉锅里边烤呀啊。那个 Chris 哈，我先问到边我们录不录懂了这有了。我要看医生。我要去看医生。哦，多变么了？我要去看医生。我要去看医生，怎么写文多变么了不？你那样嘛，老师，我要去看医生，怎么写文到寂寞了么？对嘛了路喂？我面试写文多变么了？数学文咯，爸妈如果写不面试写文多变没路啊？我要去看眼睛医生，数学老师六三妈妈修咋地查不？或者就是说面试查呢，面拢谁看？数学老师咋我懂呢？老师说眼科，眼睛也眼么咯？眼科。你面试查那么老师教那面容，你们都清了，别面容没改你了，面容嘛别到哪里过去了。面试写个多遍没，面容查那多遍没，面试写完多遍没，属于我们没写不？面试写完多遍没，属于丢啥嘛没写不？眼睛医生属于老师没写不？眼科医生属于学生，我要去看眼科呗，比如嘞，面试多遍没录不？我要去看眼睛录的老师我们标呢，面试多遍没录，属于帮妈妈写，丢妈妈写。我要去看眼科路呗，懂了不？喏，
我现在眼科都表达有声音啊，没事呢，把这这把又打扁了，没事查那表，没事没事写表，再就把它变聋哑嘞。啊，这老师咋了？这个表嘛懂了哈。那老师面聋歪呢，把这面聋改点呢，面聋娘呢不？面聋改点就是眼睛痛，他说如果疼了都聋哑嘞。那娘呢是老师说面聋娘哪来写？我们老师哦，老师说了些，一般正常窟窿撇得撇大些。哦哦，到校的闺蜜咱们那天人家姐，所以老师是眼睛痛呢。你老娘嘛叫老师安排说，我奶奶不包装，奶奶到时候起皮哟，奶奶娘嘛叫老师眼睛痛嘛，那就是眼睛酸不？你老娘呢？好，那叫他造句一下，眼睛痛。那个丽丽，你看。我今天看电视，因为眼睛痛。啊，今天 DVD 也拍了来说，面容改了。那就不要紧了，那些，我今天眼睛痛，因为我在看电视。啊，今天面容改了，拍了说 DVD 了，好的好，变表。我今天眼睛痛，因为我要看电视录屏呀，我要看电视，我 DVD 没录片段。如果啊，你往改的说 DVD 片段，比如没有东西来说，啊，到时候这个呢，如果弄啊，到时候放 DVD 录出来哈，没有多人不比较新鲜啊，不弄，他说哎，明天啊，你妈妈拔掉。我今天眼睛痛，啊，今天你弄改的，夸张嘞，reason 因为，哦，夸张嘞，说了，我一直说这个在到时候，我一直看电视。一直按我命令把嘞，我一直看电视啊，到时候 DVD 录播，但是呢，一直看手机或是一直用那个连书都聋哑了哈。好，那下一位眼睛酸，造句一下，努然。哎，用电脑五个时间，用电脑5个时间以后，我眼睛酸了。五个时间。5个小时后，5个小时。啊，用电脑5个小时后，我眼睛酸了啊，好像可以的。那老师讲呢，明天买皮的汉子个亚皮的，眼个眼睛也盐，要个水到底也要，水个血液水，眼药水说你是盐，你是看得盐的，喏，眼药水，你是盐，谁干的白的，谁喂的卡米嘛，东路亚不？啊，老师讲那的是那边让我拔的吧？咱们老师明年你的汉字里面这罗马都行哦，对面那里边眼药水你也行耶。啊，那路虎啥蓝娃啊？那老师必须要懂，前进、前走都没有哪里？过高什么沙飞路这看嘛都没有表达啊？没，就是微微喂嘛，就是微微抬嘛不？前进或是说前走好、啊，那老师眼药水呢不得必要造句一下铺为。昨天我的眼睛头痛，所以今天我的眼我睛的痛。眼睛痛。昨天我的眼睛痛，所以今天我又去买，我要去买眼睛水，眼药水。眼药水哈，好，那老师，啊哭也哭，老师，啊哭也哭，老师等他把来说，现在，都那生命呢正在，那外面老师问了 three four 嘛，现在个老师很少看到，对面对着把对面说正在，啊哭也哭，比如说我现在吃饭，啊我现在上课，哎你嘛，现在你嘛，我正在上课，我正在上班，哎懂了，那眼啊眼悠悠，啊老师说李悠悠，啊眼啊老师丢那边嘛，悠悠你那是眼悠悠呢。那认识啊，前面一列地砖呢不？如今要我们地不准叫那不弄，我不知道他。嘛说俺都我们地不落那说一茬呀，不嘛啥讲那不如表来说，我不知道他。老师啊说，心里也为一进一脉，地也为一进一脉，就是说如今那个地啊，心里啊那不等于认识不等于也知道路等于面，可以啥的也讲面的有地也没地不准那知道呢懂呢？我不认识，不是我不认识他，懂啊？嘛俺都我们地不。或者俺都没引流，
我不认识他的动物呀。哦，阿格扎龟运动场，我们班阿若詹，那詹子老师讲那不得别的呗，詹阿老师有一句不改应该来看老表啊，哎那不得别，明年里面还写，是该比我照顾。你们老师就慢慢依他，我不是说那边没也没改对了，起码稍微他们把那下边研判哦，詹子说有一路不再没差不呢。那伊也是不，过来伊乱讲哩，伊也是前男友、男朋友、朋友票，前男友，伊讲嘛哩，女朋友、朋友票，前女友，伊一直在讲嘛哩，伊也是不哈，所以他是我的以前的男朋友了嘛，表，他是我的前男友，那么前男友就是说怪歪哩喏，啊，前女友是说怪歪，不会怎么了？还是我因他个人面目好，话哩，有家里外婆说男朋友，就差高妈哩说女朋友，阿拉没有，有家里我没有，对面咱好的，等下见有家里有家不留表，等下面咱好的，等下见面给留家不留表嘛。老男生师，朋友，女生朋友，好的，老师，谢谢。好，那老师啊，一人的我嘞，一的就是老师啊，笑啊，一的笑，我嘞就是哭哭，我嘞，那你也这边啊，妈妈，妈说的真的你啊，妈，哎，你没骂到呢？那新进宾馆是吧？新进得苦个，新进宾馆，新进。得苦个，心情安的没不？宾馆跟老师说得苦个，那老师少那不得比焦急一下，飘飘少焦急一下。他说以后，姐姐说以后，妹妹笑。姐姐说完以后。姐姐说完以后，阿妈表明了，妹妹就笑了。阿妈的呀，是的，姐姐说完以后，妹妹就笑了。你妈阿妈个表明了，你妈的呀，是的。那哭焦急一下，那个苏迪瑞。你为什么哭？你为什么哭？你妈弄我啊嘞？呀，然后那圆的圆的别个味道，那老师静啊咋着？你的圆的不得比焦距一下送你一。我的工作离家很远。我的工作离家很远啊，可以的。那静静啊，你的焦距一下，得得得得。我是在离公司太近了。太近了嘛，是个很近。啊，那老师不，你那微了，老师把马屁张大点，微了，远吗？离了，近吗？老师奶奶来外面来看嘛，不呢？我妈妈都没没的，东东溜西关，大理江路他远不远？近不近？莫水，你家离公司远吗？路没两天。你家离公司远不远？你家离公司近吗？路东哪特？你家离公司近不近？哎，都路东呀！哎，那老师这个表嘛，路给信我东哪记啊？走路20分钟就到，这个表嘛，也东呢，发现没啥？走路20分钟就到，明天那谁？走路蓝少云，20分钟，明天那谁？就苏然呢，到要给。虽然是老师讲的，都没有不能录给谁，都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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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俺们那人校长的亚比，身边那人校长的亚比，你都没有懂得俺们，走路20分钟就到了。那么老师，你不知道了，哎，你来哇，先先迷路线，走路20分钟就到了。明天那是老人校长也要给，你都没有懂呢。那色干色干是鸟眼，猫妖苗算什么？那老师对着呢。但明天嘛，本来是干洗的，所以没有没钱啊。但明天嘛，本来是干洗的，丢了不露没没有，划来。1分1个，1分1个分钟，1分钟有多少秒？一分钟有几秒？但明天就是一分钟，一分钟有。一样，那明天嘛，本来是干洗的，老师也闹的呀。哎，这哪一嘛，本来明天洗的不露面，然后都先拆。这哪一嘛，本来明天洗的。
Bika, the center. Nangja, when she ya? The night ma banamini shila. 1个小时有几分钟？啊，1个小时有几分钟？好，那这样，这爸妈不能也是来苏金莲。1个礼拜有几天？啊，1个礼拜有几天，或者1个星期有几天？那如果爸妈不能也是来这么厉害没？啊，等你。一年，不能，等你嘛，不能拉倒了。那也是嘞。我等你嘛，不能是个一年啊，几号？一年有几号？天几天？一几年号有几吧？反正也你嘞，一号？年有几天？也一着去。一年有几天？有等几你嘛，反天？正也是嘞。好，那这样，那个，得了嘛，反正也是嘞，卡里。1个月有几天？1个月有几天？他也没带俺们。那老师讲的好，那老师，告诉表表的，告诉这户户表表，告诉那不得比造句一下，弟弟嘞。你可以告诉你的秘密吗？你可以告诉我你的秘密吗？我 subject，你看我念路外写表表路亚嘛？怎么走？不路大呀嘞？怎么走？造句一下，喊出来。怎么讲呢，老师？哎，对，怎么走不露大牙嘞？你的，我要怎么走你的家？我要怎么走？你在家？啊，可以的。好，那老师说说，表到在哪里？这里在找小椅子不呢？椅子在这边，这里在找小厕所。早上我家里扫中啊，表嘞。我今天眼睛痛，因为。一直看电视，所以讲到的是啥讲便秘来着啊？多少碰见第一句你路过，好，那么这是在多少？好，那老师一直呢把大家熬哈，我白跑，老师这里啥不是啊？这课本啥白天还讲一表，晚上老师C 度说怕嘞不？老师我爸妈不？啊，难干些，难干一他老师你那怕多嘛不？哦，这怕怕来说。嘛也差皮皮吧皮皮吧，他怕老师输嘞，哦输嘞多啦，他怕假如就是说，Apple 哦 Apple 多嘛，荔枝多嘛，哦那老师多其他嘞，我 One Airport 万几千，荔枝几多嘛，他怕假如王苏嘞几多嘛，所以老师我问你不要老师，location 当然熊不会看嘛，懂啦，哦。这个车要去哪里？这趟车要去哪里？这个公车要去哪里？可是这个公车到哪里？这公车白天要嘛嘞？这个公车到黄机场，这个公车到黄苏里。黄我老师的嘛，location 我大概熊熊边里呢，东南西多。那往前走说，往啊西多，前啊西北，西北西多说，往前走西多的。比如说老师讲的，老师问我啦嘞。啊，老师人家在哪嘛？啊，老师人家在哪嘛？没人在哪嘛？人家老师哎，被哪家我们的都没有没来的。哦，哎，这个地址在哪里？你为啥被哪嘛嘞？都没有没有。哎，一直往前走路，没有表来着。一直说多少这人在，一直往前说，谁这这是有这人在打多？谁这这有多少多？一直往前走，哦，一直往前走就到了，没有都没有用来着。一直这人在多少？往前走，这大，多少这大多，大多要比路标了。那大会这边，大会老师啊，提路标嘞，要写的路标嘞。比如说，老师标路标，老师讲到哪里，老师在哪边提要回来。那如果你要到哪里，这 CC 的，你要到哪里，你别提多嘛嘞。我要到机场，我要到机场啊，你这一提多嘛。我要到图书馆，我啥就在一提多嘛。我那个要写的，老师我到家了。老师，我的妈妈，我到工作了，我到公司了。
ต้องรู้อย่างไรต่ออธิยาวชีดีน่าใจเย็นดีไปแทบีน่าแทะใจใจเย็นใจบอกน่าแทะต้องเนื้อหามอยู่น่าเจ้าชอบอาจารย์ผมเปลี่ยนท่าละเปลี่ยนอีกจุดชอบว่าเจ้าชอบสุขามันเปลี่ยนเนี่ยหรือว่าเราว่าสัจจะขายท่าเนี่ยเราต้องเงี้ยจริงๆสุขสุขามันอยู่แบบเนี่ยสิ你不要一直说话，你到时候干比我们累呢。吃饭时，十二时间也是，请也是。吃饭时，吃没啥的也行吗？不要一直用手机，风招少太多我们累呢。不要一直用手机，一直用手机，风招少多呢。不要一直用手机，风招少多我们累呢。不要一直玩游戏，不要一直玩游戏，说给你多少个啥我们累呢。如果我们弄那哈密瓜豆呢，那老师一直呢不得别我家里手机啊，一直包呢。好，那老师，maybe 来讲呢，我觉得哈，没关系。那个 Chris 同一直呢不得别造句一下，我家里手机啊。这几天我一直上班，没有时间休息。嗯，好，那 Lily 一直了解。哦，一直老师，一直，一直，我，我要去便利商店，我要去便利商店。我要去便利商店，所以我走路，我一直走路，所以亚兰老师，我一直走路，我要去便利商店，那俺领导说，俺领导说少呢，亚兰说他，我表现上那是个对不起啊，这路表现到亚兰蛮呢，他是要有意识，对不起亚蛮的，这边表现哪个，这边多啦。我比那说完了，便利商店够大嘞，他们到小姑娘小大嘞，我阿拉没有表情。不，阿家老不如表情说，我一直走路去，俺到小娘小大嘞。东路了呀不？你说老师说的是那么东过，路没么东说不是说，那是过年前东嘛？蛮小大钱嘞，我你家没把 message 给钱哪里长大？他说的是我妈说，我要去是便利商店。我没有骑自行车去，我一直走路去。怎么话啷的？关键我人少多少钱啊？我买这是赔钱呐。俺当时人少多少说，就说感觉是没有那么意思，老的有没需要，所以关买这是赔钱的好不好？先把关键先的给他看不。我没有骑自行车去，而且我没有坐公车去，我一直走路去。但是现在我表姐呢，那个好没有买些多便宜的哈，有那个喏，东路了哑巴嘞。好，下一位 Nora 一直召集一下。啊，一直看这事儿对我们眼睛不好。嗯，好，铺伟。今天早上我在上班，一直都做工，没有休息，一点都没有休息。好，可以，是今年。孩子一直都哭了。孩子一直都哭。一直在哭。一直在哭。可以早上我呢，文雪阳。你不要一直笑。你不要一直笑，好，我来。哎，老师，等你俩。对。你为什么一直看他？他这么帅吗？豆豆屋。大宝哥。现在他叫哪一？所以我手有一点痛。好 ，doesn't it？ 要一直玩游戏，你明天要考试。好，孙宁怡。
我在工作一直用电脑，所以我今天觉得头疼。葡萄，葡萄。我一直用电脑工作 object 看了浪漫茶，我一直用电脑工作，所以我今天有点头疼。好，pew pew。你一直吃了？你肚子，你的肚子在哪边吗？你肚子什么？你肚子在哪边吗？你肚子这么饿吗？好，速递率。我家里学校一直完成着，一直完成着了，20分钟就到。我在嘞，我一样的教，明天再加强。好，那老师这是一直呢，不得必要哈。那老师第十三课老师答对哦，这还嘞刚了要拆水去呢。问孩子呢，你他问他嘞哩，他问他嘞是嘞哩，他问他嘞喏，哎，就弄出来了，你把它变录下来不？问孩子呢，这个别忘懂嘞，老师说别的了不？怎么样啦嘞？嘿，来，那是他问他嘞哩。啊，路你还没把表在哈，你们开，们开着呢，们再开，所以老师我们懂，你们找这个不解放的动作啊，们开着呢，第二个能懂了呢。好，那老师第一块看一下，在办公室，老师有看，在办公室有看嘛嘞？们开着呢，你看问哪里嘞？请进，就是被问的呢，问嘛？请问就是被问啥子？张先生在吗？他俩那表也都丢掉去了，就妈那么多啊，发嘛些什么啊？但你妈在啊？张先生在吗？张路吉明是啦，在吗？有吗？冇不？他出去了，他出门了，在路东路呀，都变成大笔耶。你下午再来吧，妈他们的都 useless 嘞。明天东路，你是不是你待下午再来吧？他拉开，你下午再来吧，人家你妈他拉巴拉嘞。好的，搞麻痹，谢谢。记住点嘛嘞，那你老师讲了你的滴滴滴，帮忙讲那准备是啥子啊？写说这卡问他嘞哩，记住没问嘞喏，记住没啥子，都不都是啦，都变大笔，你别老骂他啦个，这是啥玩意儿嘛？我随便写的，我妈没写，我这是啥玩意儿嘛？都问，这是啥玩意儿嘛？老师随便写着，我妈没写还，好，好，老师念一下，那个汉初磊在办公室。在办公室，没看见呢。新闻间，先生在吗？他休息了，你下午再来吧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这么厉害，我们再念一次。在办公室开门怎能进？在这开门好不？门开着呢。慢开怎能进？请问张三现在吗？他出去了。你下午再来吧。好的，谢。好，第二个在办公室，那个就是老师呼呼的呀，那个现在我们懂，正在那懂的嘞，那个嘞正在说话的女孩，说话的女孩就是说在看表的干嘛哩？女孩儿一旦是里楼茶不，一旦飘路呀嘞，那个正在说话的女孩是谁？哦哩，啊，裤子卡表里的干嘛哩呀？不读嘞的。那个正在说话的女孩是谁？现在我们懂，正在那懂哪嘞？我知道她的名字，啊，都那么地嘞嘞。她姓杨嘞，都没有有个杨妈嘞，叫杨笑笑，杨笑笑路口嘞嘞。她姐姐是我同学，都我妈个，我也 classmate 片的，第三把又买糖尿病，俺啥的过去嘛，爸嘞。那个正在说话的女孩是谁？我知道她的名字，她姓杨，叫杨笑笑。她姐姐是我同学，都买阿妈个，我也 classmate 片的。那个吼，手里那天嘛，哪只说哪改呢？改他的路，慢慢变咯，由他的改他的路把它变了，比如说，吼那天嘛改他了，铅笔的呢？吼那天嘛肯定改他的第二个我的，我不认识，俺们是义务的，就是俺们义务不？好，那念一下卡里，在办公室。
在办公室，那个正在说话的女孩是谁？我知道她的名字，她姓杨，叫杨笑笑。杨笑她姐笑。姐是杨笑笑，她姐姐是我同学。那个手里拿着铅笔的呢，我不认识。然后，弟弟练再念一次。办公室，那个正在说话的女孩是谁？我知道她的名字，她姓杨，叫杨小莎，她自己是我同学。那个小黎拿着铅笔给你，我不认识。大运动场嘞，阿个咋个嘛？轻声，不要等下，老师讲哪一嘛他们轻声，都给我不要等下。哎，轻声，你在学中文了？轻声，你毕业了？轻声，你去新加坡了？轻声，你妈妈结婚了？你姐姐结婚了？我不要等下嘞。轻声，你有女朋友了？哎，你妈干嘛那些一路不要等下嘞呢？我认识她吗？那都已经你来嘞。就是，爱咋个着，哎，你们国家生产到了呢，爱咋着的。我们班俺我的那个虎簪子，又圆又不嘎着，两个大眼睛，两个那虎大眼睛，你龙晶晶那虎呢，路把咱们变，不路变不着，你龙弯弯的呢，啊，你路把咱变啥？你龙晶晶的说，不如垃圾搞嘛，然后你龙屁股，你龙晶晶那龙呢？哦，你龙姐姐那住的和俺都这样的呀，不如我票，不是你龙姐姐，你龙弯弯的那龙哪里？哦，哦，你是本山的呀哩，哦，本山的呀哩，你龙弯弯的那龙的呢？哦，非常爱笑，爱个喜欢那住的，是嘛？一样啊，在这搞嘛哩，都把咱们变，面彪彪的也搞嘛哩，都彪嘛的嘛，小故事哩都把咱们变，喏，非常爱笑。哦，哎呀，我表表哩，明天再表啊啦，明天你再来干嘛哩哩？你弄哩歪歪哩，你弄呢？哦，都碰上你啊咯，真是有意哩啊咯！你弄歪歪哩，你弄呢？哦，明天表表呢？你这来干嘛哩哩的？她不是有男朋友吗？都嘛搞那些也不好过啦嘞。那个哎啥个，已经是她的前男友了，好、哦，已经是她的前男友了，都也。撇大逼的，哦，已经是她前男友了。好，那老师，对吗？前男友、前女友所在讲的，老师，没人了啊、哦。啊，那老师念一下那个，Chris Hong。在运动场，听说你有女朋友了，我认识她吗？就是我们班那个长着两个大眼睛、非常爱笑的女孩，她不是有男朋友吗？那个已经是她的前男友了。好，丽丽再念一次，在运动场。在运动前，听说你有女朋友了，我认识她吗？就是我们班那个长着两个大眼睛、非常爱笑的女孩。她不是有男朋友吗？那个眼睛是她的哎，不是眼睛，那个已经是。那个已经是她的前男友了。好，那在路上，蓝宝吗？第三百六没啥，俺啥的鬼神吗？那编排，请问这是 BBBS 的？这里今天干嘛？今天干的？新进宾馆，新进好的guest house 的过干过的远吗？为啦？不远，为吧？我的，走路20分钟就到。明天那是人少转来要比的。你能告诉你那房东哪里？你能告诉我你那边来吗？怎么走吗？不如多少来说，你看别别哪么啦嘞？从嘛这今天啊个的，一直往前走，就这点多。到了前面的路口，先要人么？先要你要这两万要人呢，再特别了往右走，两百是有多嘞？右个两百，哦，西边是要人了，两百股特别有多嘞？哦，好，那时候第三百嘛，把这还留着先买啥呢？那个苏经理在路上。在路上，请问家里新宾馆远吗？不远，走路。这里新进宾馆，
这里新建宾馆远吗？不远，走路20分钟就到。 你能告诉我怎么走吗？从这儿一直往前走，到了下面的路口再往右走。在路上，请问这里新建宾馆远吗？不远，走路20分钟就到。你能告诉我怎么走吗？从这一直往前走，到了前面的路口再往右走。 好，那老师按啥子过去？第一题那个我来。江山生去哪儿了？江山生搁多少来了？江山生出去了，啊，变他多少？好，第二题的走。对，阮演。超超是谁？谁？阮超超是谁？阮超超是什么？他同学的我妹妹。妹妹。Douglas 妹妹，你阮妈超哩？超。对。好，第三题的心态。他的女朋友是谁？他的女朋友是。眼睛大，啊，我们班里那个2个大眼睛，两个大眼睛，一直笑傻。不是，我们班里长着2个大眼睛，非常爱笑的女孩子，女孩，非常爱笑的孩女子。孩，好，好，女孩。那个第四题，宋天怡。苏迪瑞，请男朋友是什么意思？请男朋友听是。好不咯？强，前男朋友是什么意思？前男朋友是，前男朋友某前男友，前男友是什么意思？前男友是他的已经他的男朋友女朋友，男朋友。啊，老师不录别录下来说，先乱讲嘞吧。前男友是以前的男朋友啊，录懂了呀？喏，啊，伊也说啊，先乱讲嘞吧，以前的男朋友，而是已经分手的男朋友，分手了嘛？怎样的样子嘛？以前的男朋友怎么样呗？啊，下一位第五题那个 QQ。去乡间宾馆怎么走？乡间宾馆一起走路，走左边，记标吧，记标吧，我们家吧，我要家人记标。从这儿一起往左向左，到了前面的入口再往入口。右，入口再往右走，再往右走哈，右好。